第十七页的第五名纯杂者，《华严译海》啊，那当然就是在《华严经》上面啊，古德在《华严经》上面啊，在疏通种种经中的道理啊。《华严经》整部经的名字叫《大方广佛华严》啊，虽然讲的是华严的译海。 但你必须要知道，它就是在全在什么？全在佛这一个字上面说，佛者大觉心性也啊。这个大觉心性是一切众生本来都具足的啊，都是具足。这叫做诸佛与众生呢、啊，是根本啊，都平等具足如是心性。这既然如此，所以这里面所有一切意海中的文字啊，就要在这个觉性上面啊。 去不断的去思量，不断的去向大去融会啊。讲到这个纯杂两个字，明纯杂，明就是朗现、照现，就心中要明明白白、朗现、照现，觉心中明明白白这些道理，就叫做明。纯者是什么？纯者在中国字上讲，纯者就叫做不二，不二相就是纯啊。纯者不二，杂就是不一。 啊，就是不一，它不是一，它就是能够骗，那叫做不一。古德讲了，就是在经上面也说，不一不二即是第一义谛啊，不一不二其实就是第一义谛。怎么讲大觉心性？它随用时，它能够骗一切法，但是骗一切法，始于发现心性永远不变。就好像镜子随缘，它能够起一切色，起成一切色时，尽性永远不变。 所以它一定是什么？它一定不二，它永远是纯。不管它照黑、照白、照青、照黄，其实青黄赤白、净色不断的千变万化，你会发现它其实都是什么？纯然都是皆一净性，纯然都是皆一净性。凡夫看到净色，他会觉得好像从此以后起出种种千差万别。行者在最初归家，回家时，什么叫归家？回家。 归家回家就是照见自己本来面目，照见自己本来的觉心的根本自信加善识。他就要在过去的这种以前凡夫的意识上感觉到这一切杂相之上，他能够都体会到什么？因为他能够容纳这些杂的地方，其实就是他什么纯然不变的一和清明体。因为真正能够容杂的，他一定不变。你已经是杂，就不知道杂了。 就好像你已经在黑，就永远不知道白，所以杂一定不知道杂，能骗之一切杂的，一定是什么？一定是非种种杂，所以他是能够在觉性能够处在一切用度上面时，他会发现其实什么都是纯和一体而已，全是纯。
但是只有这个决心正处在纯时，就是他从来不变时，他处处随缘。处处随缘就是杂，杂就是什么？他刚刚讲不一啊，叫做杂，但杂还有叫做夹带，当然夹带，当然是，当夹带只是在相上说夹带，事实上决心之中无所谓夹带不夹带，决心现出念头来时，其实念头就是觉，就好像镜子现出色时，镜色就是镜，它无所谓夹带与不夹带，但是正在作用当下似乎就有了夹带，就是它随缘的时候，它就什么？他就假此元气能够带出种种元的气氛中来啊，假此元气能够代现出种种气氛中来，所以这个在决心上讲，这个在这一个佛体上说，这个大决心体上说，你就要知道，你就要明明白白洞彻一切他根本临明运用时的纯杂之相，这叫做明纯杂啊，叫明纯杂。所以这里所有的一切意海中的文字啊，既然叫做意海，它是假借这些书意，假借这个是书，就疏通的书，书啊，疏通的书，假借书意，是大家能够什么？大家能够回头回光返照，照见根本的性海。所以意海之所以能够称海，因为其意全都是在性海上面在做种种书量的。在种种疏通的啊，所以它才能够称为性海。既然叫性海，它能够广起随性，能够彻一切因缘成无量意，所以也叫做意海。但是这里面它一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定的根本关系，就是什么？在意海一定是什么举性才能够说海，性海它一定能够什么？一定能够随缘量意，它才能够称海啊，才能够称海。所以这里面性再性就自性的性，再性再意，其实永远将来会发现它就是一体。有时候师父讲这个，你不要觉得杂，你也不要觉得好像这个是文字太多，声音太多，听起来心里面好像永远在这边搅扰。我要你参的是你自己根本的佛性，参的就是这个觉性。觉性之中，它必定能成一切法故，性也就是性。所以随性能够立性时，就是意也。所以一切意啊，能够起一切意就是意也，不能起意就不是性，他就不能见到他的性，对吧？但是见意之时，你要知道它全然是性，就好像镜子随缘能够现色时，随种种它能够立种种意，在黑有黑的一体，在白有白的一体，那种种千差万别的一体，其实全都是全一性体而已，一个镜明性啊，就是一个性体而已。全是一个性体而已，所以性起之处，它能够量成种种意涵；意起之处，它都知道是什么，全然显归在性海之中啊！这个就是意跟性上来说，所以在意在性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存杂二字啊，就是存杂二字，也就是像刚刚我要讲的，因为不变故，决心不变故，所以它才能够随缘啊，它才能够随缘。因为随缘故，所以你就肯定知道它一定不变，因为变的就不能随缘，变的就不能随缘，变黑就不知道白，变白就不知道黑，它就不能随缘。所以我常说人生为什么会那么多彩多姿，是因为你的根本大觉心体从来非种种法故，但是众生愚昧却堕在种种的妄想执着，那就种种妄想执着也是随缘缘生缘灭而已，刹那生灭而已，你却躲在这种妄想之中攀缘，只以为啊这个是我，其实真正能现的那个从来不变，假如它变的话，现在所有的这些感觉都是刹那在生灭，假如你是那种刹那生灭，那灭时你应该也成断灭啊，灭时你应该也成断灭。我们在根本的觉明心体上，原来是知道原来，缘去是知道缘去，原来缘去有生灭之相，你都能够觉生觉灭，但你不会，你从来没有回头去反观，非回头去思维，你的觉性之中能够觉生觉灭，但你的根本觉性之中从来非生非灭，从来非生非灭，因为非生非灭故，你才能够随缘知生知灭啊，才能够随缘知生知灭，这叫做明纯杂啊，明纯杂，这也就叫做刚刚讲的。
经说经云呢，不一不二即是第一义谛啊，即是第一谛，大觉心中，它本来就不一，为什么能骗故？它本来就不二，为什么不变故？从来不变，所以它从来不二。你要是能够在自己的心头中，在每一个在觉醒起种种诸念当下，都能够体会到你根本心中灵明的大我，这是真正的佛性，那才是佛性。你绝对不会随从从念头之中，随着念中的感受，随它的气氛，在堕在种种妄想的势力里边。就好像镜子现色之时，你不知道是镜体时，那就随色唤起种种诸觉，起出种种差别。假如你知道所有一切差别、一切镜色都是镜体时，那眼前的一切差别，眼前明明白白还知道这些差别，可是呢，却在心底深处横住什么？横住无差别的清明镜体中。啊，这个人，当你知道镜体时，你一定不舍差别。所以，当你真正知正得你心中无差别智时，你眼前看到的是一切差别。但是过去凡夫在堕在种种差别相中呢，就好像你在净色时，你堕在种种净色的种种差别意境里面，你一定失去净体，你一定失去净体，你一定不知道那是净色。你不但失去净体，也失去差别，也失去净色，因为再黑就不知道白，再白就不知道黑。这是你的根本觉明心体，这是你的根本将来自信加山，是每一个人出家以后念念之间要回归的地方。这个人是处在世间你从来不是的本来面目，你处在红尘之中，不能叫你，不能叫你叫世间人。你处在娑婆之中，不能叫你说你就是娑婆的业感众生。但是觉境之中一定能够随缘，能够现出种种境界，所以大觉一定什么示现在娑婆。就好像镜子一定随缘视现在种种千差万别的镜色当下，但你不能说镜体它是流转于色，因为镜体镜色本来是一，镜体镜色本来是一，这中间没有种种流转。更何况正在现色时也是镜体显时，因为镜体没有体可得，正在现出镜色时你才知道有镜体。觉心也是一样，在任何的感受现前时那是觉体，所以觉体一定能够知道种种感受，凡夫却在感受上面忘记觉体，那是凡夫。行者要在任何的感受前面都能体会是觉体，那叫做归家道人。将来开悟以后是站在觉体看一切感受，那叫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那叫明心见性。所以觉心现前一定是娑婆，但是你在娑婆就不一定是觉心，就不一定是认得觉心。就在这一念之差，就在这一念之差，所以这一念之差，我们追逐的是眼前的生生灭灭种种的幻境，所以将来这个随生随死啊，生生死死啊，这流转不停。但你不知道眼前的生生灭灭其实都是大觉，你在眼前一切生生灭灭时，你不随生灭的势力都住觉体，虽然相中能够唤起生灭，但你永住觉体，所以这个人。他们在一起果报灭后，他都知道将来要到哪里去，因为眼前的幻境有生灭相，自心的觉体从无生灭啊。你不说他还有个地方可投，但永远住在灵明觉性之中，他随缘实现的啊，都是他其实都啊处处不堕，那才是第一义谛啊，那才是真正第一义谛。所以讲到这个一第一义谛，就讲到他不一不二。无一不二叫做纯杂相，叫做明纯杂相。再看讲义下面这句话，为尘无声。讲到尘无声，之前在这个极海中啊，讲到这边了，这边是第四啊，这个叫融融，这个叫做任运啊，融融任运上面已经到第四了，讲了这么多了。都讲到这个尘，尘就是心中的随缘动起之相，就叫做尘啊。但是动起之时，尘它是无声的啊。上一节课也跟大家讲到无声两个字，大家回去我听了一下以后，因为那节课讲的比较快，有很多我心里想讲的道理可能没有啊非常讲得非常清楚，你们过去听了也不会觉得很清楚，所以有很多人就问啊，很多有就打电话，就从那个不是打电话，就在那个网络上问我，对吧？听不太清楚这个无声的意思啊，
今天借刚好这句话讲到未成无声时，我再跟大家再去研究研究种种无声。我们佛门之中啊，常常讲到无声无声。那行者尤其是一个修行的人，如何如实去体会到无声这两个字的作用？像刚刚师父讲的名存杂之中，它从来不变，它也就是无声相，或无声相。尘是心动起之时，动起之时根本就是心体啊，就像净色随着净体现起时，它不是水，其实净色就是净体，但是它因为有因缘故，净体中存正缘故现出种种净色，所以净色现前时是动起之相。但是正在动起之时，不是什么，不是净色有甚啊，不是净色有甚，全部动起当下，居然是净体现身啊，净体现身。尘它不自身啊，全它尘它呢没有办法自身啊，这是乱不自身。觉性也是一样，觉性现出种种念头动起之时，那叫做念，念不生念，现前的念其实都是什么？觉随缘现身。但是随缘现身的时候，你会发现身啊，它根本无身，因为身非种种相。它不是大象，不是小象，它不是大的象，也不是小的象，不是黑的象，也不是白的象，不是长的象，也不是短的象，它非种种象。因为非种种象故，所以你能够再体会尘无声，因为它不因为种种缘故生无声。再一个，身中它在所看到尘相现实，我们看到种种象时因为有声，但事实上种种象都是什么？刹那在生灭，刹那生灭，刹那生灭的东西是什么？都如幻影，根本字体都不可得，刹那生灭。所以身起之时，就好像镜子现起之时是色，其实整个色是谁生？是整个色的目的是告诉你是镜子生，是镜性生了。所以种种尘相起时，你会发现尘的那个相起时，那个身是谁生？是根本大觉心性的身性在生，身非种种法，身性啊非种种法。现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会随缘现种种相，每个相都在刹那刹那之中的生灭变化而已。但是它绝对不是从相去生相，相本来就是什么随缘现，相又是刹那变，它根本什么？它中间根本连字体都不可得。但是我们凡夫会堕在这个相中，会堕在这种感受的尘相之中去论其是生非生。但是不知道整个尘相现前其实都是什么？都是身性身这一个字而已，全然是这个身。身它能现身时，它借种种尘缘的种种这个变化的假象，你以为有身。所以就像上次师父讲的，儒家讲这个见心，心就是出生意，新旧的心啊，新旧的心，大新年的那个心。所以孔子跟颜回讲，回也，见心，交臂非也啊，非也。就是回呀，颜回啊，你看这个见心，心中就是生生不息的种种变化，在我们两个交臂过后，其实你看到就不是过去的我，这交臂刹那之中就已经是变化。所以你可以看，可以看到过去古德他们的治学态度，他能够在心性之中看到那个维系。你众生凡夫都是看到尘相中的相中论其是不是身，行者要在一切过去的尘相的这种变化之中，他可以看到都是什么？都是身在作用，所以叫做生生不息。前面那个相起处是身，灭也是身，身可以现身身，也可以身现身灭。它也可以现身灭，所以它处处都现了什么尘缘的种种刹那刹那的变化，刹那刹那变化。所以刚刚讲的那个见心交臂非，就像我们的肉体一样，随时都在变。它不是前面那个皮，就是那个皮囊在这个在生下面那个皮囊，而是根本在我们的这个众生的觉体之上有一个身性，它处处随缘，随不断的变化显现而已。假如它不能够变化显现，没有这种种种的成就之相，你也感觉不到身这个字。因为假如你要把这个成相当作是身的话，你看到已经变成什么定相，定相就没有身了，定相如同死寂啊，如同死寂。所以世间万法之中，它都会什么？都会不断的在刹那之中的变化，在变化之中，你要是逐相之时，你反而就什么就不懂得什么叫做生意啊，不懂得什么叫生意。你要知道那些相都是由生而显出生物，它不过是脱相告诉你明白这个生字而已。
所以尘它不自身，生气现前时就是身，尘起之处就已经是身，但不大，但是你不能够只在尘相之中妄之为身，所以尘无身。尘为什么无身？因为尘自体自相，不可得故，它无身。它是根本觉起之中的本来大觉，觉心中还有一个相，觉一定有觉明的相，觉明现前之处，法法它就是什么？就是身相，就是身相。假如说不是身相，如果说觉明，怎么说明白呢？所以身一定有身起相，身起之时就是现见，所以法法现见当下就叫做身相。所以长到这个心体这个觉体时，我们就长到性，性中就中国字写的多好，就是心身为性，心身为性。但是这个身是根本的自性，它本来无相，它就是根本什么？它根本就是心中的纯和，本来大觉性的纯和，就是它从来不变的性体，所以它叫无身。身字一字在现种种身时，它根本无身。第一，它不随种种缘生故，而你会发现身性啊，它一直在这边不断的生生不息，中间虽然现出种种尘相中的生生灭灭，尘相是随缘起的生生灭灭，但你会发现扯身这一个字在这个其中从来无生无灭啊，它从来无生无灭，它就是如此，就是如此，就如同觉体是一样的啊，如同觉体是一样，所以叫为尘无身。所以这边讲到此中更言无身呢、啊、在标尘起性空，尘起当下其实就是性空，尘起当下它是全部从性显的，根本就是由性去显，由这个大觉心体去显，根本的大觉心体显示尘不更立性啊，尘不更立性，就好像镜子现出种种色来时，它其实就是镜性，哪怕是镜性现出的是黑，你明明只能在镜色之中能够体会黑的黑性，但是这个能够明白这个黑中的种种作用的黑性时，也是什么？也是镜性大明时，也是镜性大明时，也是凸显镜性的灵敏处，灵敏处。所以你要立黑性时，一定要立色性时，它一定是什么？立第一镜性现。你要立念头上种种的尘性时，你一定要依觉性说，你不能离开觉性。离开觉性根本没有什么尘性可言，离开净性根本没有色性可说，就是在净体之上没有色性可说，没有色性可立。虽然净随缘受仿佛好似相似好像可以立性，但是全然同然都是什么？都是一个根本的这个净性所生啊，净性所生。所以第一个在尘上来讲，尘性性空；第二个在净性上面的也是性空，因为净性的性，就像觉体的自性之中，它非种种法，非种种相。空，李彪老师用众生之见来做断灭讲，空就是什么？空就是一定能够容纳片有，容纳万有才能叫空，不能容有，如何说空？所以它能够骗一切有时，它一定非种种有；它能够骗容一切时，它一定非种种一切。它要已经是一切，就不能。所以这里面讲的空是永远不堕在一法上的心中的根本灵明空，再一个它是必定具足一切万法的根中的心中包容性中的根本的体空啊，根本的体空。所以要知道尘起全然是心空，所以这么觉性上尚且不立，尘当然自然不立。所以在这个上面来为法，你就会慢慢体会，在任何二法之上没有一法可立，没一法可立时，在念头起初叫做尘性更，你会发现根本不可立，因为全部的尘性过去在凡夫的业感上面是随着这个假想之中不断在这个上面不断的染造，不断的罗织，那执着成种种势力，那正在这些势力显示也是什么？也是觉性正在照示，觉性照示。假如你不是觉性照，觉性正在照，你又如何知道种种业感势力？所以真正仔细思维，你会发现，你突然感觉到念头之中过去的烦恼念上根本没有什么，没有性可立啊，没有，根本没有性可立，因为没有觉心，哪有性，哪有烦恼可立？所以烦恼现前处，一定要有人觉得烦恼，以及烦恼是相，
绝一定是非种种相，就好像净体跟净色，净色是随缘，那能照的那一个是非种种相，它绝对是非种种相。假如你能够如实体会，这个人呢，他就不像一般的外道或者是小圣人，他是在烦恼上断烦恼，他是直接担当看见烦恼，照见心体，叫做救路还家。他当下就在烦恼当下就能感觉到什么，感到烦恼根本什么，一切业感罪感业一切的烦恼的罪业根本也无自性可得啊，也无自性可得，也都是大觉心性显的。那你讲大觉心性可得吗？大觉心性非种种法，大觉心性它要假借种种因缘现前，你才知道是什么，才知道有觉，所以觉也无性可离，他一定要现现前，要知道能够现见种种法，就好像镜子一定要借色，你才知道有镜性，色一定要什么一镜，他才能够知道有色性，色一色性一镜，所以自己的自性不立，镜性一色，所以镜性也不立，二法都不立时，然后才能够什么，才能够一切法种大明，才能够一切法种大明。这个就是佛教中讲的最深的道理，讲究二法都立，那就成二，成二怎么能够大明，成二就不能大明，成二啊，成二其实就是各一，各一就不能大明，你会发现根本非二，非二故，那当然它就能够大明，这非二里面你就会知道它也是什么，它也非一啊，它也绝对非一，因为非二故它就非一，因为它不在色也不在尘，就绝对非一。非二已经讲了，它非种种色尘二法，既然不在色不在尘，那也就是非一啊，那也就是非一。这里的非一还有讲说，你说色跟净是一体吗？啊，色跟净要是你用众生之见讲的那个一，就是色跟净把它合成那个一，啊，那你感觉到那也就是什么？那也就是断灭，那全然都是断灭。色性佛门中讲的一体是讲到什么是一体，一体是它的根本本来的面目是一，但是随处用时它就是什么，能够显出一切二，随处用时它就是能够显出净色跟净性，它能够显出净色跟净性，它为什么能显出净色跟净性，因为一切法中大明故啊，一切大中大明故，所以它在根本不一不二之中它能够现一现二，所以他这边要讲到不一不二啊，要讲到不一不二，你不能只知道不二，你说它是一体，一体现实啊，就好像这个我们常常讲这个一体，用众生的之见讲这个一体啊，就是执着那个色为净，执着那个色，你还以执着有个色跟净再说它是一样，这个人就叫做什么，都已经叫做搅扰，全然是搅扰，心中的豁达，就好像我常常讲的譬喻，在净色之前呢，你已经知道是净体的人，他眼睛看到永远是净色，但是心中的智慧永远住的是净体。过去不知道时看到净色，就是受这个净色中的迷惑，去到处起出种种的差别的业力、差别的幻想、差别的势力。可是当他知道原来这些差别的势力、这些幻想、这些净色之中所起的种种惑浊，其实都是镜子而已。从此以后，心中开怀，哈哈一笑。然后在永远看的净色，在看的过去让他迷惑的种种变化，千变万化里，千变万化之中，他心中坦然安住在根本一个净心中，这种人叫做不一不二，他不必再刻意说有一个色有一个净把它合为一体，你要执意说一，那事实上在唯心心中什么，你还是承认有二，还是承认有二，你何必执意说一，执意所以就是你还认为说它是有两个名字要合而为一，所以从现在所有一切东西什么五教合一九教合一啊，都是这样子啊，都是全然是如此啊，全然都是如此，你要真正知道是心性实，那当然知道什么心故现什么法，什么心故现什么相，因为你知道什么心故现什么法，什么心故现什么相时，这个人他既不住心也不住法，既不住心也不住相，但是他必定明心必定明法，必定明心必定明相，就好像你知道是镜子的人，他既不住镜也不住色，但是你说他都不住吗，他明一切镜也明一切色，这叫做不一不二，所以讲到这个尘无生，所以他这个讲到在标尘起性空，这个尘起性空他不能用一句话带过，这个尘起性空你就要知道这里面有多少种种道理啊，种种道理来讲，
所以这个性功之中有大包容相，性功之中有什么？有种种法中这个不利相，因为法中不利故，所以他才能够法中片容啊。这个叫做不利是破，然后破时它就是利时啊，破也就是利时。我们这个佛门之中有破利同时，再破再利是要同时的，它不是分两个介词，破利当下就是同时，因为破所以现前你才能安利。就好像镜子跟镜色的道理，我常讲镜子镜色是因为你们比较好去思维，然后在觉体这个念头的跟成像中的种种这个关系里面，可能你们再去思维之中会比较困难。镜色也是一样，破掉了种种在镜在色的种种妄执，破时当下也就是能够是为你建立真净性现前时，它能够显出一切临明净色，它也是为你立啊，当下为你立。所以有的时候在立时它也就是为你破，当它为你显出真正的净色时，既然告诉你是净色，那见色你就要知道是净，所以正在为立时它就是为你什么？破掉过去的妄执啊，在破掉过去的妄执。所以这里面讲到性空当下，它就是破除过去的种种妄执，它的目的是要你什么？它将来才是真正什么能够达到圆具啊，达到圆具。所以佛门中讲的圆具，圆满具足叫圆具。圆具之中，你一定要知道性空，一定是性空才能圆具，因为什么？它就得非种种法故，它才能够圆具啊，它才能够具足。就是我常讲的，若是他已经是黑就不知道白，已经是白就不知道黑，他为什么能够圆具一切语言起变化，再黑之黑再白之白？因为他从来非黑非白，他非种种法。因为非种种法时你就不要误会了，因为非种种法他就不是，其实他具足种种法。要是不具足种种法，如何黑来你能知黑，白来你能知白？所以讲到八十天中具足一切意识种子，他不见得一定要一起全部现前，他因为他具足故，所以一切念头现前时他都能够现见，他都能够明白，黑来能够知黑，白来知白。假如他不具足黑，黑来现前他应该也不知黑，他要是不具足白，白来现前他就不知道白。他为什么他能够现前知道？是因为具足。但具足是什么？他随缘能够现起，他一定具足，但是他必定在性空之中，他分非种种相。你不要认为那个具足就是很多东西都把它安排在这里面，你还是用众生之见，具足就是黑啊白啊因素都安在这里面，他根本非种种法也是性空，因为非故他才具足，所以他叫做圆具啊。他叫是就，他就不会是具足。那他叫做杂吗？黑也是白也是，你认为那个是杂吗？黑也是白也是，那黑也是白也是的话，那黑要是照见黑时，白应该也要现前，白应该也要现前。就好像有的人说喜怒哀乐，它是一时并见，它可以一并能够能知道。假如一并能知的话，喜来之时，那怒哀乐也要一起现前。你发现并不是啊，它随缘现前的时候啊，它都能现啊，它都能现。甚至于并现之时，它也具足如是并现因缘，它都能现。但你会发现它什么缘都不是啊，因为什么缘都不是，它才能够什么？它才能够应万缘，它才能够普应万缘。所以这个叫做无生。所以你要想讲说这么用众生之见认为说在成相之中是有生，您看到眼睛到的山河大地，事实上你都会觉得是有生相，在成中生成。假如成相之中都是真正有生，那真正啊，它基这种成要是能够生成的话，那三千大千世界啊都不能容受啊，全都不能容受啊。所以你要知道，全部一切世间所有一切都是唯心所起。你说唯心所起，那你是感到现在都有质量现前，现在都有影响现前，你又说是唯心所起，那事实上是如此的。什么样众生有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世界众生他成就什么样的地水火风山村土木都是不同。你们看到我们现在我们住在这个环境里，也有一分众生在我们同一个环境里面看到我们眼前看到的世界，他的观感全然不一样啊，全然不同。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坐在凡夫的意识之上，我们的意识都是在什么？都是在过去的业感之中不断的积聚累，就是众生的业力啊，在娑婆中的业力就是积聚执着，就执受积聚来。所以我们眼前看到的山河土地，这个
地水火风都是留爱之象，留下来的留，障碍的障，障碍的爱，留爱之象。当然你也绝对会相信，将来心中清和时，将来心中若是大明时，眼前所有的一些过去你所感觉到的留爱，事实上都是什么？都是如同你心性之中本空的什么？本空的灵明而已。虽然现前是能够有如是色，但是在色境当下其实都是什么？都是你根本性空的灵明。你说是自然，你讲这个话越讲越玄，你就套这么多玄乎的文字，这样以为就是在讲佛法，其实不然，实际上是如此。我讲譬喻，还是拿净色。要是迷失于净体的人，看到一切净色，那净色就是他的留爱处，他处处就被净色所束缚，就被净色所迷惑，那都是他的留爱处。他不但被束缚迷惑，甚至于净色所取来的幻觉，还能够其他所有一切世界变化，还能够其他所有一切身心世界的都是会有种种变化，那都成留爱。当你知道是镜子时，眼前的净色是什么？看到还是色，色里面似乎又有四大，对吧？这个叫做决定菩萨讲的，对吧？心如工画师，分布诸彩色，希望取一相大众无差别。那意象之中就有大众，你不要看到眼前这种流啊，你一直感觉的世界，那才叫大众，四大大众。画出来的在地水火风，你也是什么？你画进意境都是大众。但大众中无色，色中无大众。所以我们辩老师堕在现前的感受之中，你以为有大众，你当你看到真正是净体时，镜子现出来的山，镜子现出来的水，就现出色来时，大众依旧在，可是那个大众就不是过去你是众生执着中的那种障碍留爱，那种沉闷之相，那种沉重之相，那都是净性的清明清和之相，那完全不同。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古德开悟的时候，山河大地一片虚通啊，一片虚通。所以有的人开悟以后，我们当然我讲经不喜欢讲太玄啊，但事实上在佛门中的公案里也不是讲玄。所以为什么古德开悟以后穿墙透有一些万物之中不能为障啊？就好像你在遮道时尽性时，那一看到一切色，你都能够什么，在其色之中能够穿入啊，出入自在，都能够在这个净色之中出入自在。出眼前都是净色，入都是什么清体，清明的净体。这个在净体之中啊做譬喻，但事实上就是说你的觉体。所以讲到这个尘无生，叫尘不生尘，尘根本不生尘。如大尘的尘中有很多相，有大相小相，大不生小啊，气不生黄，尘不生尘。都不生。你要说那尘是什么相？尘不是小相叫尘，也不是大相之尘叫尘。尘大相也叫尘，小相也叫尘。那大生小，小生小生大，轻生黄，那不就成了搅乱，根本就成了搅乱，对吧？那要是说讲说各个自身，轻生轻，黄生黄，那尘就是多种啊，那尘就不是一性，尘要是一性才能生尘啊，尘是这么多性，多性了。那假如你都是各言各自而生的话，那又谁在那边知大知小呢？能知这一些，你从小能知大，从轻知到黄，能知的又是谁呢？啊，他又不是各身，你会发现尘中从小能知大，他又能够从小能够见大，从轻又能够知黄，所以这个尘中，你说他到底是什么因缘生？他这个就是大觉心性之中啊，所以随缘而现。因缘故，从小能够见出种种大，从轻能够见出种种黄。因缘故，从黄生黄，从轻生轻，它都是缘起之相。所以你要知道，所以叫做根本尘是无体相，既无体相，何更生尘？根本没有尘可生，根本没有生这个尘相可生啊！所以这里面就要，我不是在搅扰，是让你不断去思维。就是破掉尘相的执着，尘相现处其实都是什么？都是身性中的身德之中的显相而已。这里面全然都是什么？都是身性，全然都是身性。所以生命二相，其实生命二相其实都是一相。但是现在跟你讲无生时，这样讲无生时，就是灭掉了过去的种种妄念。这样无生就灭掉了过去的种。其实生灭，生生灭灭，它在生时它就有灭相，不灭如何说生？就好像常常我讲的钻木一样，
这个钻头要钻到木头里面啊，它这一钻入，这一钻就在离，就在离开。要是这一钻不离，那下一钻就不能往下去深入。所以它钻钻再往下深入，钻木头那个钻子一样。事实上，你看到是钻钻再入，其实它钻钻再离，啊，其实钻钻再离。有的人他是有因缘故，他念念看到是钻钻再入；有的人有因缘故，他看到是你钻钻再离。其实再离再入，其实就是一体，就根本就是一相。我讲这个一相，你不要再拿众生的知见之中那个一，那个一就是什么？那个叫做胡伦，叫做混乱，把它说的是一。这个一，我讲这个一，它非种种相故，它根本同时具足故、圆具故，所以那个叫做一。那个一体当下，你既不堕在离，也不堕在入，但你不去失于离，也不失于入。那不失于理，也不失于入，那个是一，那个一是心中的灵敏，那个一是心中的种种的豁达，那个一是从心中的根本无差别性。但是这种无差别，无差别要在哪里说无差别？要在明辨一切差别之中才能够叫做无差别。你不能担当一切差别时，怎么叫做无差别？所以真正无差别的这种心中的智慧，它是能够担当一切所有的中间的所有起缘起变化。所以当你真能担当一切缘起变化时，再离再入清清楚楚，再生再灭明明白白。因为再离再入清清楚楚，他既不堕入离，也不堕入入，他在离中他就能够见到入，在入中他就知道在离，所以二法清楚，二法又能够清楚，觉性就是如此。在入时也是离啊，在入时也是离，你这一念入前念就在离。那既然前念都在离，离心跟现在的入都在一起，你又何必又还在担心现在入要种种烦恼？你不知道你觉得入时那一念也离，你都没看到离，所以众生永远看不到离，就看到他是入。就像有的人在生命二法其实是一上面，有的人永远看到的是生生不息，有的人都看永远看到都是什么？都是处处在幻灭。有的人看到处处幻灭的人，这个人的生命是什么？灰暗的，他永远觉得生中没有乐趣。但有的人在种种面相当下，他看到的时候是什么？看到念念在生，所以这个人的前途是光明的，啊，前途是光明的。但这个话头又转到这里来了。但我要讲的那个生字啊，其实就是什么？就是种种的成相，不要目的是让你在这边不断去参究，你不要老是再拿过去的众生之见堕在现前的最末梢的成相之中，在那边研究是生非生。我要你看到这一切所有一切千变万化刹罗生灭种种成相里面，谁在其中？身也，就是身，身在其中，身在其中。所以这样知道是身在其中时，就好像你在任何境色的变化里面，你感觉到境性在其中，你自然就不会堕在境色上面再说起身与不身。身与不身都是境身，性身，境性在身。所以这一个第一讲成无身，未成无身，就想成无身。再一个，你看到身在身故，身本来就是身，不必更说其身，所以身也无身，身也无身。所以你仔细去思维，大学心性就是如此，就在身无身中，他能够什么讲？古德讲，身亦非身，就是在身无身上下，他就身亦非身。正在身时，其实你根本不去，根本没有身，没有动作，身就是身，没有动作。镜子现色就是镜子现镜子，因为见色就是镜，没有色哪来的镜？镜子现镜，那有二吗？感觉上镜子好似在作用是有镜子现镜这种身，但你仔细思维根本不身，镜子现镜哪有身呢？身也如此，镜子现镜的时候有身有二吗？没有二，身也是如此，身就是有，如是身相。所以身为随缘现种种身，身现身时其实就是身，身从来不动，从来不变，从来不变。所以身亦无身啊，亦无身。所以古德云：身亦无身，才能够叫做什么？叫做身，你才能够真懂得身。你说世自然灵搅绕这么多，对行者有帮助吗？当然有帮助。你要在任何的过去的烦恼意念里面，你能够真正沉到这个，你能在这个上面体会维系啊，这能够表示什么？表示你就是念念之间都在什么？就在刚刚我讲的第一，刚开始是讲到那个佛华严的佛字上，你是在这个觉性上在。
你要不是在这个觉性上参，你怎么讲无神都讲不到，讲不出道理来。就好像你不是在静体上参，你想要静止静色无神，怎么样讲都体会不出其中的道理来。眼前看到都是什么随缘变化，随缘的种种生生不息的种种演变啊，怎么会讲到无神啊？事实上，你能真的慢慢慢慢，你真的能够体会这一念觉心时，你就会发现它真正就是什么身，这个蓬勃的生气当下，浩瀚的这种种种生生不息的所有一切德恨之中，你会发现其实都是什么一片寂然，根本无身。但是我讲的一片寂然，有时候就躲在这一片寂然之中，那又成外道。这个寂然之中能起种种，人起一切生气蓬勃。所以有的外道是在一片蓬勃之中发现根本是什么心中的寂然，所以他永远就守着寂然。但你从来不从，就是你从来没有回头再去想想过去的寂然，不就能够现出一片生气吗？只是过去现出生气来的时候，你又妄想堕在身中，才变成凡夫。现在是告诉你离开凡夫的业感之中，你又堕在这个极境当下，不是又成什么？又成差别。总是让这个心中，让这个觉性不能够朗然而现，不能够真起大用。大觉心性能骗一切是一定寂然，他从来不动才能够骗一切，他从来非一切。为什么讲不动？他非一切故，所以不动。他从来不现一切，他从来不变，所以不动。为什么不变？要是变则，他要是变了，他就不知道变了。他变成什么？他从来不变。他要是已经变了，下一念还能够知道吗？从来不知。从来不知。所以汉传佛教里面讲的这个圆照就是讲到这里，你能够担当一切法时，其实就是证得心中大寂静处。这个人证得心中寂静时，他不施什么？不施入众生方便，这叫做大圣法门，跟小圣永远不同。小圣法门是先你认得证得一个寂静，证得寂静时啊，再用种种力量再把你从寂静中的势力再拉出来。有的人堕在这种极尽的势力太深了，你要把它拉出来实在很难，甚至于他已经看透世间这些幻象，知道原生原面的这种原假，他在原假之中，你再把他拉入这一个原假当下，他怎么心里面，他在智慧上他永远不能什么，不能够去融会，没办法融会。既然如梦，我何必还再把拉入梦中呢？所以心中没办法融会，没办法去合会。但是过去他就是在包容一切种种业缘、种种众生相中观感上的种种法门上修行的人，就是不离众生世界在修行的人，起大慈悲心修行的人，因为他能够包容一切事，他能够担当一切众生事。最初是在外相之中说尽一切众生，他后来会发现原来这种种外相的种种一切众生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心念之中的种种自性众生中所起啊，自性中所起。所以慢慢慢慢他就会面对根本内心中的所起的众生，内心中所起的众生就是什么？就是你的六根六尘，所有的一切，所有的心中的念头，他能够随缘，能够现身。眼前看到的六亲眷属、亲缘朋友，没有这一念，你还不知道有外向的种种众生相现，没有外向的外面的种种众生相，有外面的众生相都是什么？心中能够念知。所以当他能够面对自己内心中的自性众生时，那外面的众生没有一法他不能够担当。因为外面过去说不能担当时也是什么？也是自性之中的念头啊，你没办法，自性中的觉性中跟就是你的念头上面没有办法担当念头，所以就没办法担当一切众生。所以今天呢，在你这在你根本的自心上面掀起担当，但是娑婆众生啊，他毕竟什么？毕竟我们众生的智慧他有狭隘了，叫你再回头照见自心之中，先从自心下手，你又失去外面的方面，从此在内外之中又划下鸿沟，永远没办法在内外之中能够当下行者，就是他没有那个智慧，当下就在内外之中先能够圆融，再说修内啊，不可能。所以有的时候叫他在自心中修，他就会在舍于外面的种种方便。没有外面的方便，那你哪里有能力在自心中下手？因为心不可以见故。就像刚刚讲的这个现前三宝跟自性三宝，自性三宝见不到故。现前三宝就是你现在应对的一切众缘当下，就是你的什么？
现前三宝就是你将来慢慢能够找寻到自信三宝的方便，它的捷径，它的路径啊，所以一定没有办法离开现前的外缘，所以才要你大家先在周遭的所有的一切众生世界之中撒身肉骨血，舍身肉骨血，做种种慈悲，然后做种种慈悲，当他能够在外在的境界都不惑时，都能包容时，都能起大慈悲时，都能感觉到同体时，他们当前间回光看到自性之中所有一切念头的变化，当他能够度尽根本自性之中所有的一切变化，当下那世界照万法，没有一法他不圆融啊，他不圆融，这所以叫做，所以他证得极尽当下，他也不舍众生界，这叫做大圣法。当下是在证得极尽，就是他能够当下包容一切众生时，其实慢慢他就会发现，他就住在极尽中。你在净体之前，你能够包容一切净色时，慢慢的就会发现，你住的就是净体的极尽里了。要你找净体，凡夫找净体太难了吧？你根本还一下子体会不出镜子在哪里，因为镜子根本无形无相，它不是玻璃，不是铜片，不是水面。你不能执着玻璃、铜片、水面说是镜，其实不是，你看到色时就是镜。所以过去镜色现前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迷惑，觉得有很多的这种混乱现象啊，这个太乱了，缘起太杂，所以觉得混乱。但是你能够去包容这些混乱时吗？其实就是你的净体清净处，就是你的清净处，这才是大圣法门讲的啊！大圣法门讲的，只是要是你要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啊，虽然你发出种种善心，修种种大慈悲啊，学一种大慈悲，但是因为毕竟还不明心故，可能将来啊所走的所有一切的路径啊，所有的路途遥远。有的人有智慧人，他是当下在发能发大慈悲，面对一切众生时，他是念念之间呢，他能够发明什么？他能够在自性之中，慢慢的，他懂得回光返照，在心里面念念之间去观察心地。这种人，他在智慧上面，在所有现前的应用上面，他同时得利，同时得到力量啊，得到力量。那个利不是利益的利，是力量的人，同时得利。所以就像我上次讲的。真正懂得心境的人，懂得心法的人，他会发现我原来大觉心性之中，他本来就能够遍应一切，我如何还在委屈自心，我如何还在暗顿自心，使其不浅，所以我广发大心面对一切，我广发大心，我能够舍施一切。所以他这个人修戒善法时，他在善法之中，他当下也看到他的自性，他在一切善法之中，他在平量他的根本的觉体，他也知道大觉心性他非种种法，他根本非种种相，我怎么还堕在种种的妄想之中，你不断的去攀缘，去执着攀缘的去追取，连追取当下，这些执着当下，在这个追逐当下，其实都是觉心所显，觉心可以现追逐之相，但觉心从来非追逐相。那你要是没有决心，哪里知道是追逐？所以决心才是我的根本。所以从此以后，我自然而然就在一切行为上面还在想说，我决心之中本来非种种法，如何还在这边妄想追逐？所以心生惭愧。这个人心生惭愧，在事项上惭愧，他念念之中在理上来想什么，也是关照他的决心。这种人叫大利，大利，这是利益的利啊，这是大利。这种人是上根。力气是上根，啊，是上根。所以，尤其佛门中，尤其是汉传佛法，它不单是叫你去慈悲对待一切，它还有很多甚深的道理在这个汉传佛教里面。但是后面的学人却不愿意去读，只是假借现前的种种世间的慈善以为慈悲，所以常常就会讲，宗教都是叫人家向善的，啊，所以都是向善。光理这一句话叫大错特错，叫做谤佛谤法，对吧？佛门中啊，不叫你向善，老庄都讲说，如果有善可行，贼业还有善可行。要你证得这一念本来面目，失去这一念根本的心中的根本的智慧时，才堕在种种妄想执着里面，才成就种种差别，成就种种人我对待，所以才成就种种恶法。过去古德因为他证得如是心性，所以圣人是证得如是心性，所以他应对他应对当下，对待万物，应对当下，他自然就如法如仪，如理如仪。不懂的人
他想，他的行为为什么言行举止这么如理如仪？所以我学他的行为，这是善吗？我学他的样子是善吗？那应该正德跟圣人同样的心境，那才是善，那才是真善，不是需要你学他的样子。佛门之中讲的，那个世间讲的这个善，其实佛门中讲的至善，至善的就是照明根本的面目。你从来不堕，就好像你从净不离开的净体到了净色以后，你在净色里面念念之间想要不要再念念之间如何不要被净色所混浊的东西再势力再牵流走了，如何守住净色不让自己更堕在净色的最深沉处了，这种善都叫做痴啊！你要是真正照见是净体，你根本不必在净色上面还在不断的攀援委屈在这边搅扰，真的是净体就行了，何必你要在净色之间在做这种为卑微的这种假善，这种假为什么叫它假善？我说的假不是你们所认为的那种假，是那种这种心不实故。我讲的这个假是什么？我讲的假是根本你在这个上面还在假这种因缘缘起中说善的叫做假善，假缘起在说善的叫做假善，根本心中根本恒然如一的那才是至善。所以古人老子在讲大道失去故，讲仁，仁没有了讲义，对吧？义没有了讲德，德没有了才讲理，讲理的时候是什么？乱之始也，已经大乱了，全都大乱，根本要正道怎么找到这个道？大道是你本来面目，这个本来面目它本来非种种法，你不会堕在种种妄之上，它本来能够骗一切法，你必定能够什么利益于一切上，青来见青，黑来黑来知黑，人来能够知人，苦来能够济苦，对吧？所有一切都能够什么苦来能够与乐，乐世间的妄乐现前，你还知道叫他如何止断其种种的放逸啊？这才叫做大道啊！这才叫做真正讲到至善啊！这个讲到这个成长到无声啊！再看讲义，即一切法皆无声是纯啊！即一切法皆无声是纯。刚刚讲的纯就是不二，因为它为什么是纯？因为一切法皆无声，表示什么？表示它根本无二，根本没有二相，没有二相故，它根本就是一体和合。所以在这个篇呢，在这个华严义海这个百门里面，第一篇讲到原生汇集啊，第三就告诉你达无声了，就要讲你达无声，你要必须要知道是无声才行。所以这个义海百门，它不只是把华严经中的道理讲出这个百门，讲出这个十门，十门再立十义叫做百门，讲出这个道理是在解释经文，讲出这个道理是一经解释以后让行者能够什么当下能够下手起心的。最初刚开始起心的行者一定要在什么，在原一切原生法中，你要能够什么，要能够猜根本极尽的觉明心体啊，叫原生慧集啊。所以叫第二门叫实际念机，你真的要在原身上都能够汇集，知道根本大觉心心不动就是汇集，你要在缘起当下会发现根本有个不动的体就是汇集，就好像你要在净色之前永远突然你会发现这个种种千变万化时它永远都是什么不动的净体，你看到都是动，但你住的是不动的净体，净体不可得，但是你心中的智慧就照在那里，就是净体，觉体不可得，你在一切念头动时，你心中的智慧就住在这里，就是觉体。你没有离开那些念头，再找觉体，叫原生慧集。因为原生慧集，你才能够入第二门，叫实际念集。所以你才能够在这个慧集之中，实际法中，实际当下就是什么，在极境中能现动，动中就是，动中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极境。所以这个什么机相、坐相都无。就如同的《观世音菩萨圆通章》里面讲的，出于文中入流王所入寂极啊，动静二相了然不生。这里面要念机，机相都不动，完全没有机，实际念机已经入到实际法中，要实际念机。第三门呢？第三门这个完了，我刚有的时候话到嘴边呢、就会忘掉，叫准智不要。当你真正实际念机当下，或者说从此以后就没有迹象了，
没有迹象是告诉你什么？没有迹象是你不堕在上面妄认为迹象。就好像你在近色之前，你不再妄认有色的迹象了，没有什么近色近性的迹象，没有了，完全没有了。你不会再像众生过去之间，众生之间还在里面认为有近色的迹象、近性的迹象，迹象就是它的坐相、它的形象，没有了。没有以后，你才能够什么住在心中的大明珠，那叫种智普药。无迹象之中现一切相，根本无色相、无迹象中，它能够现出色根进来，叫做种智普药。你不能再说它，你不能再说它落入哪个迹象，它从来不落任何尘埃，它没有迹象。但是必定智慧普药能现出缘起现前时，它就是近色根近性，觉性也是如此。它没有迹象，没有迹象现前处，就是念头跟觉性清清楚楚。既然这念头跟觉性清清楚楚，所以它才能够入第四门，叫融融任运。不但是色性跟尘中融融任运，尘跟尘中融融任运，理跟理中，性跟性中融融任运，性在跟尘融融任运。为什么它能够融融任运？因为它已经都是种智普药，根本没迹象可度，所以方便在立种种尘名，在立种种细名又如何？过去讲尘讲种种名字都是度，就好像古德讲见山是山，见水是水，那都是众生之见，完全都是堕在世间的种种妄想纠缠之中。后来在参时发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因为看到山时其实都是黎明的大觉，在你的觉心片明时，觉得山中过去的执受慢慢慢慢日益渐消，你发现山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山了，水也不是过去那个水，那完全是心中的清明。就好像你在近色之前，过去见黑是黑，见白是白，可当你真正慢慢慢慢从近色开始，慢慢一步一步去寻向近性的时候，你会发现看见黑跟白的色时，你会发现那完全都是近性的清明的，黑跟白的过去的那个势力慢慢渐消了，执受渐消了，那就不是山，也不是黑，也不是白了，那完全都是近性尘执啊，消落，尘执消就是消减的消，落尘执消落，这叫念机。最后消落尽时，就是一个尽性，尽性现持，山来现山，水来现水，所以他是见山是山，见水又是水。那个时候立明就是尽明了，那个时候立明是永远住在尽性之中，看一切山水立明的。那立一些名字有什么？有什么？这个有什么障碍？没有障碍。过去不知道时，立一些名字都是障碍；现在知道时，那一些名字都叫什么？都叫尽明。清净的名字，所以山来现山，水来现水。所以此时既然在种智普药之后，那当然融融任运，融融任运是在为你立种种名，就当然立种种名。但是这个时候的行者的智慧跟过去的凡夫智慧已经全然不同了，他已经反流了。过去凡夫是坐在种种流中，流中就是镜子现出色的时候，他就是流向外流步。所以你就随着向外流布的势力，从向外流布在城外流，那叫随流。可是后来修行时，你会发现那向外流布的，那流布出去的时候，你还要什么？还要知道它从何气流的。所以在外还要什么？还要回光，还要反照。所以你虽然能够留步于外，也是智慧啊。没有一个镜子不会去留步于外，但是你不回光的，这里面只有是外，全没有回光，没有反照，那就叫做什么？都叫做差别，那都叫做什么？都叫做流转，那都叫做流长、流浪。所以行者和凡夫的他念念之间还是不同，在行者念念之间还是向外，他一样能够黑来见黑，白来见白。但是见黑见白时都有什么？都有回光返照。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站在净色前面，马上住的就是清明的境地。这里面就有一个智慧，叫做什么？叫做回光。叫做回光，回光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回向二字。这边有大回光，有大回向法门。所以回向法门是谁讲的？是金刚床菩萨讲。金刚床，金刚表不坏。
床啊，就是立起那个帆跟船的，床要立在阵前，就是一些这个行军布阵的时候，床帆先行啊，行要在阵前。床有两种像，一个倒向倒行，它能够在阵前那个倒引大众、接引大众向前，有那种威风凛凛。再一个，风要吹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都是种种的气氛来潮，就是、所以它会往这边吹，行走的时候风往这边吹，种种清风来潮。你的心是往前进，但是你的智慧是往回。你的作用是向前，但你的所有的功、所有的一切智慧住的是在往回，这叫做回向。所以在这个地方，无一法能坏。他往前进的时候不被境所坏，就像是你的决心在不一切念头时不被一切念所坏。为什么？因为在念念里都知道是觉啊，你念念不知道是觉的，那就被念所坏。那你说，师父，你讲这个觉，觉在哪里？觉你找不到的，你只要听听的，慢慢能够在这个念头上参，知道能够骗起一切念的就是觉。于是乎，你在这个念上，从此以后你不都在念的尘指里面，那就是大觉了，那就是觉照了。你只要这样子去参，这一生中啊，你就能够脱去种种过去的沉重的执照，将来必定不是三途。就算你没开悟，那都是人天。不是人天，因为你将来必定还在什么人天中起行，能够修行，你念念在觉性上参了，失去心性的人将来必定善途。所以儒家还讲人心人性，讲人性的人将来世世都在人天。现在根本就失去身这个心性啊！你不要以为皈依弟子哪个宗教就从此以后就到天国了，你根本已经不昧于心性了，将来就不是天国。天国都是什么？都是你心中还要追逐的一种感受，感受现前时的觉体都非感受。你不认觉体，追逐感受，感受总有一天会幻灭。感受是什么？原来，缘生则生，缘灭则灭。什么是不灭的？觉是不灭的。什么是觉？觉的感受那个是觉。所以你在感受现前的时候，你只要有一念心回光，谁觉得感受，你就不会躲在感受的气氛里。你只要这样子不断的回光去参，总有一天在你心中有一种灵明的智慧，知道什么叫做觉，那个才叫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就好像我刚刚讲的，你在净色当下，净体是不可得的，不可见的。可是你在种种净色变化这些过去觉得混乱的气氛里面，你突然感觉的就是一个净性的，那个净性呢，没东西可得，它就是净体，那个净体没物可以指陈，但心中早住如是清净，就是净体。就是觉体，那就是觉体啊！所以在原生慧集里面就告诉你达这个无生，要知道第三就叫你达无生。首先你要怎么样在原生之中先慧集？刚刚讲说原生慧集到了融融人云，那第一个刚开始要怎么知道原生慧集？你要先要肯定它无生嘛？你在念念之间就要去参，像师父刚刚讲的，尘在生尘，念在生念嘛。念不生念呐，你慢慢就体会出来是决心在生，决心在能够才能感觉到有念啊。那决心从来不是念嘛，那你何必还要再断这种念才能找到觉呢？你只要在念中就看到觉，你不必断烦恼，你当下就看到就是觉体，干嘛还要像外道一样在烦恼上断烦恼？头上安头，永无宁日。烦恼上断烦恼就是什么？你不认，就好像镜子一样，你不认镜体，你在镜色前面一直想要说避开镜色的迷惑。你不认镜体，你怎么避得开镜色的迷惑？你要是认了镜体，用哪个镜色能迷惑你吗？哪个才是真正毕竟的法门？当然是直认镜体啊！所以唯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的，全都是假。跟你讲那都是外道，所以法华经讲成佛的法门就在这里讲，所以只讲这个，不讲什么当下就在佛性上去提炼。所以他要让你知道就是无生，你会发现根本无生，尘不生尘，念不生念，谁在生念？是随缘所起的幻想，刹那不生念。我们虽然感觉到念头好像一直不断的
好像很久，事实上它是忏和生灭，不过有个相续意在其中而已。为什么会有个相续意？那你说法师，相续意从哪里来？觉心毕竟能够骗觉，最觉中啊，众生妄认之时就是相续，它随缘起啊，执着就是缘时，它就一直在这个缘上照，你就以为是相续，妄认的时候就是相续了。你要是真正知道是觉的时候，那个相续就变成什么？变成大觉的长生意啊！长生就是长短的长，生命的生，长生意啊！长生，它既然是长生，它就不要执缘。过去执着是缘的时候叫做相续，长生它是骗一切的，你就不会堕在缘起中、缘相中了。你不堕缘相，它也是能够什么？能够这句话你一定要听清楚啊！从将来在任何的思维上面，一定要搞清楚这一面。你不堕的时候一定是什么？一定包容才叫不堕。我叫你不堕的时候，你就不要只是像过去的知见一样，这种思维的知见，那种智慧一样，不堕我就是离开跳开叫不堕。不堕当下就有包容相，你能包容才叫不堕，才叫不堕。因为法不可能离嘛，心不可能有一日离开它的。心现前就是法，心现前就是法，就叫做念。所以等一下会讲到念劫，就是念。所以念字中国字写的都好，金心现前就是法，就是念。你想要离开念，那就好像离开心嘛，就好像如同镜子不能一日离开色，镜色不能一时离开镜色。当你在一切镜色现前包容时，不就是镜体吗？这就是觉体，对吧？所以你会发现根本成无生，那叫真大无生啊，要真大无生。所以又讲到成起啊，就是心，根本就是心。所以你要知道成起是心，全程是心，成起既然是心，就在念头上是心的。你不要在念头上面再讲谁生谁不生，你要知道他这个身相，就直接参那个心。心是长生意，既然是长生，你会发现长生也无生，它不因为种种相生，生中也不是什么，也不是间歇续的生，长生就是一性两生。所以身中的不更说身，所以他也无身。既然不立身，不立身字，所以他也无身。你会发现世间万法其实都是如此啊，都是如此。连中国的老祖宗讲的道生一，一生二，道是什么？大道无身，就是无身，是心中的根本无身，他才能够现一切身。所以叫无名为天地之母，有名为万物之师。开始立名以后就叫做万物之始，大道最初现前时，那个树正在动时，就好像乾元大灾，乾元正在变一切那物时，那个乾元就是以一代之，以一那一横那个一啊来表，一是代表什么？一代表它能够骗一切，因为它也是非一切。能骗是讲它的身，能非是讲他的根本身中的无身相，因为无身中他才能够骗一切，他才能够骗。真要是生了就不能骗了，真要生了就不能骗了。所以真要是生，有这个形体可得，再生入身，身就变成了定向，那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断灭了。所以身不可得故，所以他才能够随缘现身，所以才有长生意啊，才有长生。这里面的道理其实很深很深，不是佛门中讲的深，其实中国的老祖宗啊，最初也是讲的都是如此啊，也讲的是都是如此。就连到这个儒家讲的也是，常常讲到三字经中啊，我常常讲人之初性本善，那个性那个善字啊，也是讲到他根本无身中现身啊，那个性无身中现身，他根本不是在善恶之中跟你说善，是心中，他根本超越善恶之中，他心中的根本的性能，性能，能者善也，能不能的能，能者善也，性中本来他就能够骗一切能，他既然骗一切能，他就是非一切，他非善非恶，非善非恶。所以你给他恶时接近恶，他就变成恶，他就善于恶；你给他善时，他就善于善，所以性相近，习相远。那你说，那他不是就有生善生恶，随善随从的善恶现，他是随缘现象而已，这事实上无生的。就像镜子随缘现色，镜子有生色吗？现色而已，事实上还是无生的。
假如他真的有身的话，那我就找他断灭。他假如真正身黑，他就不将来他就没有因缘变成白了。假如性真正他因为缘恶来，他能够变成善恶，他是善与恶。所谓的善恶就是他善与恶，能与恶。那将来善恶来的时候，他善于恶；那将来善来的时候，他就不能够转于善善了。你虽然他会随缘现象，你会发现其实他都无身缘，所以他这里面就有能啊。所以我为什么师父要故意讲出这么多的字来？所以讲到这个无身，千万不能做断灭解。讲到心中的能，讲到心中的所用，他其实都是在讲这个无身。他能够他骗起一切物，就是他的什么？就是根本的无身一中的真谛。才是真正的无生一种的真谛啊，所以叫做根本都是一心啊，一心之心呢、啊，心心不二。更既然是心心不二，不二之心啊，心不生心，不二之心哪有心在生心的呢？尘都是心了、啊，心要是都不生心的话，那尘当然是无生。一心啊，要是生心，要是生心就是二心。一心现心，你以为好似有生，好似是好像是二，其实根本就是一嘛。凡夫才看到二嘛，智者你看到一切二都知道是一。这个到下面讲到了义多时会讲得到。智者看到一切二，都看到一切因缘变化都知道是一。这有点像你看到一切境色变化时，都是什么恒住一心，恒住一个清净净心中是一样的。所以心既无生呢，尘亦无生，尘亦无生。此一心之尘呢，是骗一切法。以这一心之尘，它是骗一切法的，所以一切法中都是随着一心，这个一心动起之时叫做尘，所以一切法中都是在心中动起处，所以叫一心之法骗一心之尘的骗一切法，这个尘相就是骗一切法，动起当下就叫做法。悟此一心，则一切法亦无生。你要真正知道这一心，一切法也无生。一心现尘，现出来似乎有二。就像镜子现色，似乎有二，其实你会发现，其实根本无声，镜性根本没有声，镜色不过就是随缘变化幻影而已啊，幻影而已，根本不声。你说师父镜色，我可以体会到幻影啊。现在我这个庞然大物，这么大这么一大坨肉块啊，肉团在这里，你说这是幻影吗？还是幻影？为什么说还是幻影？我们不是说强说幻影，你要真认为它不是幻影，请问你哪一天有哪一秒钟，你才告诉我，你能在哪一个刹那之中，你真正能够抓得住过你这种肉身的感觉的？而且这个肉身的刹那，刹那在生灭变化里面，你有一分能够留得住的，一分钟留得住的，没有吧？你觉得庞然大物好像有形，有这个形状，有质。其实形状都直跟直都是觉而已，觉可以现出形状，也可以看出质量而已。形直啊，形跟直都是觉心在现的。只是我们度在这个业感之中，我们的觉中就觉得好像真正有这种庞然大物的这种重量形直，所以这种重量的假想就是我们说这是真实。你所谓的你的那个躯体，它刹那在生命，你知道吗？孔子都说见心交臂非一。哪个是你？前一秒那个是你吗？现在这个是你吗？现在这个是你，这一秒钟又变了，未来的那个是你吗？所以心正在多在业感之中，你不知道一切尘舍都有形质啊，都有形体跟质量。你只要能够真的找到有一法，你能够抓得住，你再告诉我它是真。假如你不知道，你要是真正能够体会，连你现前都认为这么庞然大物，你一直这一生中都被他蒙蔽，以为是真实的肉体，真实是我的每一个肉身上每一个身份，你能够把握得住，它都在变化，随时生生灭灭。人当然不单只是肉体，还有心理啊，心理也是念头之中念念在生灭。你是哪个是你？假如这个是你将来这个肉体躺在那边的时候，那根本不要修行了嘛，那已经断灭了，修行也没有用了，这个肉体是你啊，躺在那里以后，那你就已经算完蛋了。那事实上是这样的吗？肉体正在变化时，你现在那个觉心的思维也不会随肉体觉得生生灭灭，所以将来这个肉体生灭时，你那么随那个业感流转，那个业缘中的那个觉心也不会随它生灭，它还是在
不会随这个肉体生灭，它是随其他的业感再去再走。所以常常我像我上次讲的比喻一样，有的人他不是修圣这个不是修这个了脱生死的法门的人，他只是做世间十善的，这个因为善心福德大故，所以到临往生前把他的子女叫在床前交代后事。因为他在这善心之中，他已经依稀感觉到将来投往的世界，虽然他不像佛门中讲的那个解脱人呢，还要置之实字也置之所投到的地方，可是他的福德之中有如是，有种如是相，只是有点相分在里面，有如是相。这样的人在临死之前能够交代后事，他觉得有死吗？可是他毕竟在交代后事，他会觉得这个灭中，他的灭中，他受到这个灭中的势力吗？生灭的势力不受。因为他知道他将来要投往在何处，依稀知道他将来投往的欢乐的那种气氛，也知道现在要放下这种沉着现在的这一期业感的气氛，所以他也不住在这个生灭当下。他既然他知道他将来要投往的地方，他也不会执着现在躺在这个老苍老就容颜衰顿的这些苍老这个像是我。所以一个修世间十善的人，上面他还都能够认清什么？认清这个毗郎释迦。当然平常可能不能认清，临往生前都能认清毗郎释迦，不会执着毗郎是他。你要是知道随着业感之中，他随着过去一起果报一起果报，终于不断的随他这样子，他还没有在了脱生死间，随他这样不断的在这个就算是善道轮回，在人天二道中轮回，你才会真正知道原人天也是假，都是从心中的业缘所起啊。既然是假，就是假缘所起，叫做假。假缘所起啊，假缘所起叫缘起的，都是如幻如梦，都是如幻如梦。所以叫一切法亦无生。但是离此一心无生之智，假如你离开这一心无生之智啊，一切法都不可得。你要是不知道这一心无生的话，一切法都不可得，那一切都成断灭。你认为要是离此一心无生，你不知道它是无生，你以为处处片生，那一切法都成断灭。当然因为我们众生是堕在业感之中，事实上决心不会被你的妄想之中真正断灭。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堕在业感里面，觉得好像我没有觉了，干什么没有觉，你觉得无觉，觉得没感觉，那谁在觉？不是还是觉吗？决心能够随你现在的业感起，有觉无觉，有感觉没感觉，但决心从来不是随你的业感之中啊，它躲在有觉无觉上，它从来不随你躲的。所以决心是从来不随你断灭的。有人纵然你这一辈子这一生中啊，你做尽了种种坏事，决该在业感上有什么断灭如是相，断灭如是相，就是有断灭，就像一铲提啊，断善根，一铲提如是相。可是能现出他一铲提的，他还是觉醒。所以一铲提人皆有佛性。你在这个念上，你觉得我不知道了，觉得我暗顿了，那个暗顿都还是觉，觉起暗顿而已，觉起暗顿相。所以你会发现，一切万法之中都是什么？都是从非从觉中非种种相中人生。所以你要是根本不知道这一心的无生之智啊，你在一切法中它都成断灭了，完全一切法起不来啊。就好像有的时候我刚刚讲说众生只在假想中有断灭相，就用这个假想的断灭相来打比喻。所以有的人太执着，真的有法可证的时候，就是还是要他真正执着，他能够抓到什么东西，他有什么法可得，像这种类似这种业障，你会发现他越抓到他时，越觉得有得时，有得到的得，越觉得他有得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智慧就越来越锁进在里面，越来越丧失智慧，越来越对他现在所知的东西反而慢慢慢慢起大茫然。刚开始觉得很欲望很深，但欲望最深的东西当然会让他什么身心都变成愚痴茫然，妄想有深啊，反而一切法不得深啊，一切法不得深，所以这是真正讲的无生。所以讲的一切法无生呢，都是传字。来看讲义第二行，即尘无生意中具含理事，但在尘的无生意中它具含理事。心既然讲的无生，刚才无生之中不能够做事中众生之见之中的断灭界，所以它在无生意中它自然而然能够起成种种理事。时间太久了，
仪式等一下讲，休息10分钟。